有血腥味，为何看不到一滴鲜血？这声音是胡列娜，难道？深不可测，再这样下去，一年小队会全军覆没。我的血液也在不断的蒸发，这都是武魂造成的。你终于来了。为了等你，我才让他活了这么久。杀戮之王，锁定我杀神领域的人就是你。唐爷，快！就是你们这两个卑贱的神明哄的杀戮之都，总算没浪费我一株仙草。那样一个堕落的王国就不该存在，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杀戮之都的毁灭者。找死！魂技居然凭空消失了。在我的杀戮领域内，一切魂环技能都无法使用。看来杀戮之都内不能使用魂环技能，也与杀戮领域有关。杀戮之王一人便能长期维持如此庞大的领域，他的实力究竟到了何等恐怖的程度？一株有益的仙草，哪儿来的解药？混蛋！我杀了你！好快，瞬移！你封得住我的魂环技能，却封不住我的唐门绝学——鬼影一纵。左腿魂骨技能，苦精邪魔斧。好强的力量！除了郭在西前辈，从未有人能轻易接住这招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未亮出魂环。竟然想用邪恶的力量来攻击杀戮之王，我不得不为你感到悲哀。魂环、魂骨技能都对他无效，从胡列娜与他的战斗来看，杀神领域也会被杀戮领域快速压制。森林是蓝银领域最好的战场，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。吞噬金刺，有一靠环境优势，你这植物属性的领域就能抵挡我的领域吗？杀戮领域
域乃是天下间最霸道的领域，你无路可逃了。在绝对的领域压制下，蓝银领域的生命之力能被杀戮领域的衰亡之力完全克制，但海神的神力对杀戮之王的制邪之气绝对的境界压制。海神之光，这是昊天锤。不能让他出手。这是全力的一击竟被轻易化解了，魂力精神力也被全面压制，他的实力丝毫不逊于波塞西前辈，那柄剑也有抵挡海神三叉戟的力量，再加上额头的纹路，他也是某个神位的继承人。只是在最后一刻，他明明能杀死我，为何收力了？谢谢你，年轻人。谢我？若非海神之光，我将永远迷失在邪恶的血色中，是你助我成就了这半神之体。前辈这番变化是否与神位的考验有关？为了完成一个承诺。龙浩辰，不知道是你的骑士剑厉害，还是我的昊天锤厉害。